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。今天周一了哈，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。做完造型，要接受一个采访，大概4点钟结束。4点钟结束之后，我马不停蹄的去录音棚练歌。歌手的决赛快要到，争取进入前几，努力。其实有些时候知道自己工作的状态是疲惫的，但是有些时候看着一本好书，或者是看一个好电影的时候，你还是会一下子心情会豁然开朗。我现在看的这本书是余秋雨老师的《文化苦旅》，读给大家听听啊。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的还实在是太少，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，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。当哪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，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，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，一种沉闷的重复。这就是人生啊，因为未知，所以就更有趣。那近期说真的，工作确实有点繁重。其实半年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比赛，就会让人有些懈怠。就是我这边就有点明显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找回我刚到生如文心那种渴望舞台那种状态。老师停一下吧，听一下感觉啊。最近这声音状态还是不好。不好不好，这个副歌再来一次啊，还是找找那个副歌的感觉。很高，这块正可以练练嗓。还是觉得状态不是特别的对，后面的那个高音部分的状态。行吧，我觉得还得多来几遍，我觉得再来几遍。谢谢老师。终于还没结束，虽然这儿完事儿了，我还得要去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残联成立30周年的一个公益 MV， 我马上要去了。哎，虽然是辛苦了一点，但是说真的，还是痛并快乐的，因为这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，明天是什么样的。但是我非常非常珍惜每一天，尤其是每一天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一定要珍惜，努力。